植物吸收太阳生长，动物食咗啲植物生长，有啲动物又食动物生长。我哋可以话生物都系靠太阳伯伯嘅能量生存，亦都可以咁话，我哋好似系一罐罐嘅太阳能罐头咁，身体储埋咗好多太阳伯伯嘅能量。我哋家阵用紧嘅化石燃料，即是石油、煤、天然气啊咁，其实都可以话系太阳能罐头嚟噃。原来当啲生物死咗，喺适当嘅条件下堆堆埋，沤下沤下，沤得佢几亿年，冇错，系几亿年啊，就会变咗做石油啊咁嗰啲化石燃料。不过自从人类进入咗工业时代，大约系百几年咁耐啦，我哋就经已将地球储咗好多好多年嘅化石燃料用咗差不多一半。就算我哋用量唔增加，过多一百几十年，所有呢啲陈年太阳能罐头都会俾我哋用晒。所以家阵我哋见咁多油核电、油风力发电、油生物燃料啊咁一齐出现，其实都唔系净系为咗想减碳，而系再唔谂冇得用啦。在这么多种替代能源里面，可能最直接就是很直接地问太阳伯伯拿。小朋友，这么大热头你站在这里做什么？进去坐吧，有冷气。不用了，我想着趁夏天晒多些，吸收多些太阳能，到冬天暖粒粒，不用开暖炉，环保一点。傻猪，储太阳能不是这样储的。蛤？要怎样？你问对人了。首先将盐、老抽，最好加玫瑰露酒，搽匀喺啲肉度，一连晒佢几日，晒到飙油啦，先收佢入嚟。见北风几时起落，又挂佢出去吹翻下。到冬天啦，煲一煲饭，开始收水，放佢入饭度，慢火煲多廿分钟。开盖加少少葱花，少少头抽。你话天寒地冻整煲咁嘅嘢，唔乱粒粒就奇咯。我哋进食摄取能量，都可以话系间接用咗太阳能。我哋仲可以用太阳晒暖间屋啦，又可以用太阳晒热咗嘅水冲凉啦。不过我哋想用太阳能嚟发电，就要少少科技啦。最常见嘅一种太阳能发电系统，就系嗰啲多数放响屋顶嘅太阳能板啦。呢啲太阳能板系用直做嘅，太阳光子打落直板上面，就会使到电子移动，产生电流。可以产生几多电呢？举例，有一间1000平方尺嘅屋，屋顶面积都系1000平方尺咁上下啦。例如间屋所处嘅位置日照好好嘅，又假如块直板效能好高嘅，悭悭地嘅话，呢间屋系可以靠太阳能发电自给自足。嗱，听落系咪几好呢？不过仲有好几个问题嘅。首先，唔系个个屋企都可以有咁大嘅屋顶安装直板，好似住喺高楼大厦嘅人咁，几十层楼先得一个屋顶。仲有就系唔系度度地方都日照长，又或者经常猛太阳，就算系都仲会有夜晚同埋阴天嘅日子。所以用太阳能发电，一系就要加多个储电系统，一系就要有其他供电方式帮补。用直板发电仲有一个可能系最大嘅问题，就系贵啊！製造直的原料是普通的沙，来源充足，但是要从沙提炼出高纯度的直，还是一个几复杂和几花能源的事，即是贵到点呢？如果刚才间屋是用直板发电发足20年，悭翻不用给电力公司的电费，都可能未够抵消当初买直板的钱。不过为了鼓励市民多些在屋顶安装直板，电力公司会调翻转，用高价帮他们买电，再用正常价钱分配出去。现在德国已经有超过300000个屋顶安装了太阳能板了。为什么要补贴一些好像效益不高的发电方式呢？因为他们相信越多人用，直板的价钱会大大降低，低到跟交普通电费差不多。还有一种太阳能发电方法，集中型发电，就连直板都不需要，只需要很多块镜、一个钢架、少少水。这个就是在非洲沙漠起的一座太阳能发电厂——特尼西亚之光。
氹氹圈好多好多塊嘅鏡片，將沙漠上空嘅太陽集中射向中心密封嘅水管，水管入面嘅水化成高能量嘅蒸汽，推動渦輪發電，就係咁簡單。電力會透過海底電纜輸送去歐洲，供應7000個家庭使用。沙漠的好處就是夠曬太陽，啲土地大致上又冇乜用。估計只要我哋用到撒哈拉沙漠 0.3% 嘅地方嚟起呢類太陽能發電廠，整個歐洲、非洲、中東都可以有足夠嘅電力使用噶啦。推動沙漠太陽能發電嘅專家話：太陽比沙漠6小時的能量經已足夠人類使用一年。這個沙漠上的發電廠預計2017年投產，到時太陽伯伯看你了。煲煲仔飯就看你了。